刚看小牛脸肿了吗？没看着啊，有点肿。明天脸上发细。杨老师又给听了。前天我给干了吗？干了我脸好伤心。爸，你看看。啊。一个大口。你看脑瓜上啊，脑瓜顶上。你看这边啊。嗯嗯，没事。留着，留着。别，你要看到别眼睛咬着眼睛就行。从头到尾，咬着眼睛没事啊。一下咬爆了。啊？一下就咬爆了。咬爆。咬我安上了，我怼回去了。安上。那天那个有个小狗在那个公园过来，让人都给咬了，这家伙眼珠咬爆了。谁跟谁一伙的？我操！你小金，你快挨干了啊！老师，我收拾他。老师，你收拾他。哪去了？我感觉老师瘦了呢。没瘦，老师没事。啊，不是老师瘦了，是瞅着你家这几个太胖了，你知道吗？瞅老师显瘦了。那安琪拉咋那么肥？胖，他胖。瞅安琪拉，再瞅老师，老师瞅着感觉老苗条啊。嗯。你看安琪拉长得太胖了。你播呗，你播我下播。你播吧。小牛，你拉人家门口去了。哎，对，哎呀，这今天挺像样啊。对，嘚嗖嗖的，像奥利夫似的。总共就鸡巴带俩袋，都鸡巴给你俩用。我那有随便袋。行，没拉屋他，今老四他妈干屋来了。老四不讲究啊。嗯对，你可以问快递一下几单啊？你就拍了几单，你带小黄车你就拍了几单，你告诉我几件货就知道了。还有纸吗？嗯，纸，我拉了一本。啊，那个拉了一个。懂你。屋里有纸吗，小哥？有纸，你看那书包上有没有？拿点纸，拿点纸，再拿上。没少长啊。过来，十八斤了啊！老四，来、啊，看瞅着脖子啥的有肉，小家伙。号的什么玩意儿？你呀、啊，不是有个单号，没房号。哎呀，这对，老师来了啊！好了，快拉倒吧，我问一下吧。咋了？我有个大米的单号，不知道给没给人发呀？发、啊！那小狗真欠儿啊！这个，来，干嘛嘞？他不玩呢。别的你都是啊。跟他玩呢。啊？咬我啊！咋地啊？他咬我！咬我他妈的大动脉！你查一下这个狗粮单号发没发？揍你！揍不凶你！二宝也来了，对。小牛呢？小牛上他家揍了。哎，今天我把他俩一块抱起来，小牛就咬他。再见！小牛来。抱不动，小牛咬他了。山羊配了吗？不是，你这宰一块就淘气呀、啊？不配啊，你们都没有生的了啊？像不像啊？咬他。啊？你说你自己就长吧，你学人家干啥呀？你长？你自己找一个先那个长去，那是王小明这长。这一样一样的哈，这是一样。你这狗的鼻子怎么掉色了？你这狗鼻子都说掉色，它没长大呢吗？不是，对，掉色。我估计啊，我昨天晚上说的，怎么好像谁发顿了？
所以他爷爷，你这好地方你不怨俺们，他妈这掉色都挖嘛这怨呢，这赖俺们八顿呢。那他爷爷这鼻子确实就是粉色的吧？都怨俺们八顿。这谁尿的？我想知道他妈谁尿的这是。小迷花，他妈鸡都给你嘎下呢，还有蛋都给你。谁家狗这么尿？妈。画了幅画吧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是老四尿的。不是，这英文就是老外就跟咱那个中国人学的啊，就这么来的。我绝对是老四尿的啊，老四，不能吧？不是，小明，我俩就尿半天了都。对啊，我这是视频，我刚才拍那个，我看看，我看有没有啊？好了，你不能吃了。看扫没扫着刚？老四在家里头就欺负这么尿，哎，你这公狗他妈发有项目发钱的。过来过来，我回家吃吃吃的。对，留味儿。啊，留味儿，对。他晚上不上厕所、啊。对，留味儿也上，这一杆那一杆一下不尿完。我真的服他了，我操！你给他系上呗，高鞋带儿，安个葛兰，等尿出来再打开他。我给安个法兰。法兰。给堵上的。画龙呢？你看，小静，你看，小静，小静，你这么老大哥们把老四你都安排呀你？来看了吗？小静把老四给安排了，给老四也安排了。老四你还有今天呢，让小静给你安排了。有母狗的味儿。对。啊？嗯。没有啊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就是安排呀。对。啊？所以有那个气味儿。那小静一天迷糊的。小静说不咬。不咬。八哥他俩打架吗？不打架。不打架。对。我们家这边要你家那个八哥要跟老四在一块儿。啊。肯定干仗是吗？对，啊、他俩差不多。小静不打。小静不打架。你家个一整母狗发情了，他就肯定干仗。对，干仗，他俩肯定得干。过来，过来。就那么小明他俩就干仗呢，更何况小金和巴顿了。更何况他俩是三公园啊。啊，小明带的呀。我不能全带的呀，我把安琪拉送回去吧。小静。不全带的呀。你带巴顿吧。我就全带着。要带个小狗跟他们玩也行哈。这安琪拉脑瓜长得小。你看安琪拉，但那公狗和母狗它不一样啊。因为安琪拉身份特殊吧。不是，它母犬。你找别的母犬，你再跟它一比，它命名它。像柯基。柯基。小短腿儿。嗯。啥小短腿儿啊？是啊。你看小金和老四的腿都高。安琪拉来。还给安琪拉看。安琪拉过来，安琪拉来。过来，安琪拉，过来。安琪拉来，过来，出来高兴坏了，对。有点冲冲地了，这算拍老师多好啊。哎，我兜里好像有个绳，哎，我球哪儿去了？我操，在这个兜里。他说那个我得拔牙去，我说不用。往嘴里塞个麻雷子，一下就解决了，就剩一颗还。我说你家门咋坏了？我给你用门给他拆。啊？看到没有啊？知道啊？来。啊。兄弟，把牙拴上。知道。跑门上，看到没有牙？啊！一脚被砍牙，你干掉的。过来，安娜。过来，安娜，安娜。哎，那谁把那个薅下来了？把那帮捡起来了，搞起来。小明哥，这小狗多养啊，好多。这小狗多养啊，好多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行。人家那个是，我们养的都放完。来，慢点。二明花。二明花。这家二明挺高兴。都放一下，我自己我整七个狗，整不了。从来到现在一直在跑。啊，没有老四他们几个，我要整七个狗，我能整了。跟他们几个我整不了，知道吧？我听只听我的，我得还得牵他俩小呢，我能整那么些吗？过来，巴顿，巴顿在这呢。要没有那个他几个，我咱家这七个狗，我自己能遛了，这会儿遛不了。哦，拿个圈啊，等会儿过来。让他自己跳，让自己玩自己的玩。嗯，自己他就没意思了，没人跟他抢，他就没意思了。慢点，慢点。你家那小狗回来给你咬坏了。对，过来，巴顿，来。
刮上就坏，那个我可怜的你，刮上就坏，那家伙刮起来就坏了，牙可尖了，我操，那个磨牙，啊，来，慢点，慢点来，这边了吗？来。上午好啊，开运费每一天。带巴顿陪小晶，对，带他俩，那几个女生不带了，还有女生来着，还怕打架，知道吧？看你老师，看你这屁眼，就在床上照片。现在就相当于俺家那也是一个小姑娘。巴顿。啊，然后你领的也是小小，是吧？这个啊，小女生。你家那小伙不打算给他找对象吗？啊，你家那小伙。这找对象得他姥爷太姥爷太姥进去了，我给安排一个狗仔，没事儿，没不用说，我给你找对象，你养着，我平时我都开的门，要不冬天我都开的门，真的找对象你养着，这小伙叫可乐，跟他来，但是他尺度挺大的，对跟他长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有这拉不拉开吗？拉不拉开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他妈拉不拉鸡，拉不拉鸡，拉不拉鸡，拉不拉鸡毛，对，金毛和拉布拉多配的。等咱家狗吧，我牵的两个小的，这遛我自己遛七个能遛得了，这一帮我整不了啊。要都让它出来了，早上它也玩差不多了都。嗯，过来晶晶来。你这大狗听话，这五个就不用上绳。小狗吧也听话，但是心里没底，知道吧？你关键时刻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住它。看，玩去吧。嗯。看。对，大家一块点红心啊！因为让我庆幸直播，我就不播了，我就播一早晨了，口干舌燥的。一会庆幸播完了，我再给大家播啊。呀，那个有喜欢那个高品质的啊，咱家还有一只安娜可出售，证书都齐的，四百一，四百一人，嗯，那不挺好的吗？这直播间里头，那你不来了吗？四百一，平时就一百来个人，二百多人，啊，也一百来个人，二百多，然后我每次进来都是200人，哥俩太活泼了，高兴啊，他高兴，村里来新人了吗？不，高兴。你看小金你哈哈啥呀，你哈哈你一会儿他妈老司机眼了听你的话就不用你嘚瑟了，过来往这边跑，现在这边直播大家都去休息了，该下班下班，该吃饭吃饭了，对，你说晚上8点钟直播就不行，8点钟不行，那晚上行，都要晚，这老铁们说那个太晚了，8点多都在我直播间呢，是吧，都要躺被窝里看，三文没来，三文没来，俺家都让躺被窝里看。三文发行了是不是？三文来，他们得干架，知道吧？梦都开播了啊！我现在直播了啊！大家上我现在直播场外去。三文在那个好，撵不上。啊，你真行啊，是吧？过来来。这家累的。安娜好看。对，喜欢安娜的啊，将来会你愿意搭配老四都可以啊，这种啥都齐的，而且回家就是不用什么训练啥的啊，上厕所都非常规律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那生出一窝宝，那不光是流量啊，品质啊，全面的。小牙院更小了，遛狗遛狗就这么来的，咋还不播呢？马上他就扒了一会儿，预热啊，先那个先启动预热一下啊，再走。老四怎么出门就拉稀的呢？我真他妈服了，跑逛悠的呗。这一大块稀呀、啊，我的！你出来让他稳当的坐轻坐轻，让他拉啊！那一跑在肚里一逛悠，再喝水，整稀溜的。塑料袋吗？没塑料袋吗？我没有，过来，过来。我去找吧，你找你狗，我找。
先发段再直播。真的，他从来不能。对，可以发个段的呀，撕开不用那么大吧？你看巴顿不一样了，你看。过来，巴顿，过来。你看这些狗玩巴顿样，你看别狗来，你看巴顿不让。三花到齐，过来，巴顿，回来。二宝，过来来。你看不见这家巴顿，他不是说就是怎么说，就打不过他都得硬上。你看他几个玩怎么样都行。有个家长样啊。对，那你别的狗过来不好使。你不啥狗都能跟咱玩的。因为啥？你看你没怀好意，巴顿不让。你看老四他都不跟他打，你看。老爷啊。你看别的狗过来，文家狗都不让。你看文的刚才那小的，巴顿都不让。我还以为你开了。那巴顿纯爷们儿，我跟你说。那时候跟那大拉斯加能装下像小狗崽子似的，跟他一比过来以后，让小狗一抢他啊，他给。因为咱总跟他接触吧，咱也了解他的性格，因为啥咱不上绳呢，在关键时刻能控制住他，心里有底，就像小狗那心里没底，必须得上绳啊，因为万一出现啥意外啥的。你看俺家那个喊不回来，二宝，过来。狗多，狗多正常。过来。就大一大就好了，狗多他敢顾得玩去了。这个狗听不听就看关键时刻啊。还行哈，嗯，对，以后再揣点吃的回来就给个奖励。因为我说你那个坐行坐行吗？这还行行，这啥？你帮我处理吧。那谁让你是老四的那个助理嘞？小鱼，我吃了呢。小迷糊真的是，啊，迷糊，迷糊家属没谁。木头，对家人们啊，我亲家直播了啊，咱上我亲家直播间，我就休息一会儿啊，我们早上牙还去扫蛋，这一天拉了不完了啊，拉了不完了，拿纸吧这点玩意儿啊，纸在哪儿呢？拉不太，给你了，看看。确实啊，真就拉不太多，是吧？啊，我先捋捋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啊，老四。哎，姐夫，啊，这是咱家助理啊，插粑粑助理啊，感谢助理啊，木头出去不困了，助理有活干了，欢迎大家伙啊，你看跟他们关系老好了，看看，啊，老爷啊，蹭手上了，真假的，真蹭没蹭手。真蹭手了吗？啥味儿？真蹭手了吗？没有啊！蹭手我能往你手上抹吗？直接上脸了就。赶紧送走吧，这日本兵都不愿意看你直播了。有这日本兵都不愿意看你直播了，咱不能送走行吗？日本兵俩呢，你这俩呢？哪个是我亲姐的号啊？seven 斯拉布拉多。对。啊，会拼音吗 ？S。我打seven。我也是最烦小迷糊。三文斯拉布拉多，打赛文两，你看俩呢，咱俩日本兵呢，大兵你看看，你看，哎，两个大兵，快来，小明啊，二明花，上过电视，对，小明快来，啊，斯拉布拉多对，小明花，斯拉布拉多，老爷牡丹江冷吗？不冷啊，今天挺暖，看看兄弟们，啊，俩呢，看看。一样不？啊啊！站上来。那你要这么看，我亲家还挺像他一个。看看，来来来，我拿点吃的啊，我拿点吃的啊，勾引他一下。我抱着，你抱着去来。可以连。两个一模一样。连不了，那连不了。一模一样的。没有啊，我换小黄车了，我这个级别太低，这三。不挂小黄车也连不了。怎么样？啊。连不上。看看。看看。啊。去。像不像俩日本兵的？你瞅瞅，长得一模一样啊！我这个就是鼻子色不一样，然后一个有尾巴，啊，一个没尾巴。他俩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小体的小迷糊啊，小迷糊，小二迷糊，以后长大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式的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哎，哎呦呦呦呦，发的礼物。嗯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欢迎啊！啊，还是咱小迷糊好看，一样的，兄弟们，一样的。嗯，感谢三位，两只大黄，哥家小老四啊，感谢送的，喜欢你，大家没点关给点关注啊，老四，直播间直播呢，四个，
那个啥呢？圈呢？哎，圈没了，圈呢？圈小哥拿走了，你来没了？圈呢？欢迎小温柔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老四，9.9的纸巾啊！感谢二迷糊啊！哎呀，感谢俺家二迷糊，大家给俺家二迷糊点点关注，一号麦啊，兄弟们啊！这个二迷糊跟小迷糊长得可像了，咱俩小迷糊的铁粉，兄弟们，咱有没有小迷糊的铁粉啊？小迷糊，二迷糊，你把小迷糊、二迷糊抱起来，还抱啊？再抱起来，胳膊都这么沉重，你再抱起来啊，兄弟们。小迷糊啊，跟二迷糊特别像，他俩啊，他俩是哥俩啊，不是他俩兄妹，但是呢，他俩现在成姐俩了啊。他俩曾经是兄妹，但是呢，他俩现在成姐俩了啊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啊，大家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。你看了吗？干啥呢？你把老四给安排了。行了。老四啊，你们真老实让人安排啊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，老四啊，你怎么让他给安排了呢？老四啊，啊，让小晶给安排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咱家榜一猫砂场宠物直播宠物粮场啊，谢谢啊！一号麦正在直播，兄弟们啊，再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一号麦正在直播，感谢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！感谢咱家榜一送来的传送门，是不是叫啊？小迷糊不生也不是女孩啊！哎，过来，兄弟们，小迷糊是后期成为女孩的，前期他是男孩。我说了，之前他们俩是兄妹，后期他们俩已经成为了姐妹啊，前期。老四，哎呦，抻着了，刚才嗓门真大，不知道哪个狗踹了我一脚，踹过。那肯定你家狗踹了你腰啊！俺家老四，是我抱着，俺家狗不再踹你的圈呢？我抱着俺家狗，圈没了，啊？刚才我记得那块儿啊，还踩了一脚呢，是吗？就剩这一个了。他指定是在边上呢，指定是在边上呢，找找吧。过来，老四。关键是八阵找他得看见他，我都看不着啊。老四，搜，四哥。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，一号麦正在直播，大家想买鲜肉粮的啊，他这是鲜肉粮直播啊，自产自销啊，非常透明，兄弟们啊，有需要鲜肉粮的呀。一些生产过程啥的都会告诉大家，兄弟们，大家上榜一直播间，咱去打个7就能到，老铁们啊，一号麦直播间，老四，俺7来就好，7来就找着了，啊，感谢陌上花开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咱们家的二格格家啊，兄弟们，感谢二格格啊，二格格是7的姑娘啊，感谢咱家姐姐，谢谢姐姐啊，谢谢姐姐姐姐啊，谢谢姐，欢迎姐来到咱家直播间啊。四号麦是二迷糊，兄弟们，过来，老四，老四，干啥去了？能不能行了啊？还挺好。往哪跑？再跑？这能上桥吗？这桥能上吗？看，这桥能上吗？瞧着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活动的，过来！你再歇一会儿，一会儿自己跳河了，我跟你说。花呢？转圈，转圈，转圈，转转圈来，转圈来。圈呢？没有花了玩不明白，别操心，知道吧？老四、小晶、小迷糊，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俺家二宝子啊，二宝子、二迷糊，啊，还有巴顿在那儿呢，啊，还有那个我哥家一个小家伙，安娜，
啊，你家小孩是安娜还是安啥？安娜。安娜是吧？啊，我记得是安娜嘛。安娜过来。安娜来。快点，宝子，追不上你姥爷了，你太姥爷。快跑！啊！找圈呢，家人们啊，先把圈找着，出来叼了个圈，然后这帮狗玩玩玩，给把圈丢了。嘎，离老人远点，去扒着人家啊！没有。没有是吧？没有，拉倒吧，拉他妈屁股！是不是让那小狗给叼走了？小狗丢，三没来，兄弟们，三没来啊！三万在家里头呢，俺家三万发情了，不带三万出来玩儿啊，嗨了。嗯，三万来了，真的，三万来了，他们真的，俺家三万带头跟他们玩儿。辣白菜好吃啊，兄弟们啊！大家有需要辣白菜的老铁们，大家拍一下第一个链接，总共三斤辣白菜啊。不是一斤，老铁们，三斤辣白菜，咱东北的辣白菜啊，有需要的大家拍的。老四啊，你不要乱跑，老四，你不要离开你姥爷的视线，小迷糊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啊，咱辣白菜非常好吃，兄弟们啊，买了，感谢大家伙，有人吃的，有狗吃的，看好了再下单。对，主要是兄弟们，人吃的东西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了。啊，人吃的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了啊，这个辣白菜呀，兄弟们是酸甜口的，辣的啊，酸甜辣的啊。然后呢，之前咱这回的兄弟们，这回辣白菜啊是那个半颗的，兄弟们一袋里面有半颗，知道吧？你回去得自己切，回去自己切的啊。现在嘛，一颗白菜得它是白菜心儿，知道吧？白菜心儿。我这辣白菜是白菜心儿，哪儿的？老四和带傻的是我们家的，剩下其他不都是妥哥家的，啊？我怎么把人厂子都喊来了呢？你厂子真厉害啊！我是吗？我天天就这么叭叭嗓子哑了，咱俩谁都喊不出来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在歌厅，咱唱歌，我喊一小时都嗓子都不带哑的。你嗓子好，啊？不是，你得会方法，知道吗？你得会方法。你看人家唱歌唱了一小时，人家不带哑的。你喊你唱一首歌就把嗓子唱哑了。啊，土哥，要不人原先当歌手是啊，不白当哈。可劲儿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兄弟。啊，过来来，咱再做个纪念吧。过来来，啊，看这回上次是谁？啊？上次是 Seven 吧，三个小明，这是老四和小明啊，这回咱做个留个影，做个纪念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给咱麦序的好朋友们点关注啊，一号麦卖鲜肉粮的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鲜肉粮的上一号麦啊，然后又想吃咱家辣白菜的，兄弟们，咱家辣白菜啊，辣白菜是16.9三斤啊，三斤，每一袋是一斤。树是什么树啊？有没有知道的？这是不是姑鸟啊？姑粑粑鸟，枸杞吧？不是枸杞，枸杞大东家。这不是枸杞吗？这为什么这么好看呢？这个树啊？啊，而且它果不掉啊，叶子掉了，果不掉，看到吗？圈出来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给咱麦序上点关注啊。有喜欢咱家二迷糊的兄弟们，有喜欢那个小迷糊的，现在刷啤酒这个 刷啤酒这个啊，咱给点关注啊，小迷糊。小迷糊，二迷糊，你看二迷糊看我，你看二迷糊一看我就懵了。哎呀，你看咋了？大伙看咱们家二宝啊。那谁就在这儿了吗？咋了？哈哈这啥？老四，这画面是不是不能播呀？啊，这画面是不是不能播呀？太不雅了。一会儿老四给你整封号了。那小金有点太过分了啊。小金，你干啥呀？你要偷吃啊？你说你哎，老四，你姐夫，你姐夫对你再动手动脚的，你竟然啊，脾气这么好，啊，缺爪了，哪找的？不知道，那小狗叼回来的。哎，我是真服了，
是吗？哎，老挺露行了，二米又叼的。搁哪叼来的？在那儿了。在那儿了。对。他自己叼去的。对。这天老四。平时你这么连你儿子都咬啊，你该咬他呀，他他妈出溜你。老四小舅出溜你。嗯，你看看还想出溜。哎哎。老四啊，你脾气呢？四哥你脾气呢？四哥啊，你咬你儿子的脾气呢？你咬你儿子的脾气呢？啊，咬小牛的脾气呢？啊。真的真是出来真的窝里横，这老四真是窝里横，兄弟们真的真是窝里横啊，整不了他。俺家二宝子把那玩意儿叼回去了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真窝里横，叼叼那儿去了，他叼那儿去了。宝子圈拿过来去。啊，我说话不好使。典型窝里横，出来让人出溜他都不敢还手啊。老四，我为老四开会。老四怪了，老四怪了，老四怪了。给老四开会了啊，家人们，坐这儿，待会儿看看啊，他姥爷跟姥爷开会啊，看什么情况这是啊？小江，你看看老四，你有点脾气行不行？你看他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干啥？你俩搞啥呢？老四，你能有点脾气啊？老四，你看你看好了，老四，他是个老爷们儿，他是个老爷们儿，跟你一样，你能不能反抗？会反抗吗？啊！你平时怎么咬小牛的？断背山了是吧？他是个老爷们儿，我靠了！不挑哈，啥玩意都行。小金口味挺独特呀。看又来了又来了，哎哎！行行，老四还行。开完会之后，刚才给了点表示。这为什么看好老四了呢？啊？长得太帅了，老四鲜亮、那个吗？你瞅这毛啊，老四，以后谁再敢碰你，你就给我咬他，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太有才了，还握握手跟你。以后谁再咬他，听了吗？感谢石头送的穿云箭啊，上了个穿云箭，石头在哪儿呢？欢迎啊，感谢谁送穿云箭？石头。欢迎石头啊！但榜上没有，没显示的。是吗？没送穿云箭呢？啊？哪个能显示送穿云箭？他们底下有说的吗？是吗？嗯，有说石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四啊，脾气呢？脾气呢？对，来脾气了。啊，好好，老四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四，这才是我们家真正的老四啊！啊，这才是我们家老四，太有脾气了。好样的，老四，给你发，老四，啊，好，插到摄像头啊，老四啊，给你发，给你发，老四，啊，这个手，好，这个手给你发，老四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这个好，啊，俩手，老四，俩手，投降了，我操，俺家狗都喜欢，老四坐下，老四，坐好，老四。老四握手，老四坐下，老四握手，你起来，小牛握手，你坐好了，老四，蹲着，握手，行、啊，哎呀呀呀，来脾气了，来脾气了，这会不白开呀，这会真不白开，那可不，你用小金就在这干，那这收拾收拾他，一天稀了马哈的，小金一会儿就挨咬了啊，有老大的身上味儿啊，老四握手。听见了，我平时我这么小声说握手，他不握，我得跟他大嗓门喊。急眼了，握手，老师习惯了。握手，你看小迷糊就握去了。握手。买那个辣白菜的，兄弟们，辣白菜啊！宝子，你干啥玩意儿？
辣白菜，第一个链接16.9，16.89，三袋，总共是三斤啊，酸辣甜啊，酸甜辣口的啊，回去炒个饭吃了，对，辣椒辣白菜炒饭啥的呀，是不是直接吃啊，都可以啊，做汤啥的呀，都可以吃啊，兄弟们啊。咱们东北产的兄弟们啊，然后他那辣白菜呢是那个层颗的兄弟们啊，回家得自己切啊。大家给咱家好朋友们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啊，现在跟咱们一块玩的兄弟们，跟咱们一块玩都有谁呢？啊，跟咱们一块玩的有小二迷糊，兄弟们，二迷糊在啊，二迷糊在第三号麦，兄弟们，二迷糊跟小迷糊长得超级像，兄弟们，咱家二迷糊跟小迷糊长得超级像，他在三号麦啊。还有这个兄弟们，这个是巴顿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巴顿，巴顿老四的爸爸，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老四的爸爸啊，兄弟们，妈他没在麦序上，也没在麦序上，不能啊。二号麦是俺家 seven 的姑娘，兄弟们啊，俺家 seven 的姑娘，也就是说俺家老四的妹妹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对，老四姐，俺家 seven 的孙子，二姐的，也是俺家老四的外甥，对，那是老四的外甥女儿，对，都二号麦是老四的外甥女儿，啊，四号麦兄弟们，四号麦我四就他们家兄弟们，四号麦他们家双重身份。俺太一分支了那块儿，他娶了一个外种族的媳妇儿，对，联姻这种，对不对？古代不都追求联姻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老四跟十六啊，他属于意外的，是属于民间的。对，俺家这个属于老四下面的分支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四下面的分支，娶个泰系的媳妇儿，生了个拉布拉泰，去泰式按摩的时候按出来的啊，混血的。啊，关系太乱了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，兄弟们，二号麦啊，大家给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咱家 seven 的孙子，老铁们啊，都是咱自己家人，兄弟们，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家人，大家给点点关注啊，不是自己家人，人也不来咱家啊，感谢大家伙，也别说不来，也很多安排咱们家的，是，我说那个狗，我说那个狗狗，没毛病，我说的没说人，我没说咱家铁粉，兄弟们，我啊，我是不能打，你不能打，那老四这一天，哎呦我的妈。啊！我操！我没抓着，竟然啊！我就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夏天游泳的时候，啊、你记得吧？啊，那小迷糊溺水了，老感谢啊！这谁送来的？送来的喜欢你，谢谢啊！谢谢咱的二公子啊，应该是二号麦二公子送的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二公子送的，老铁们？是不是二号麦送的？大家给二号麦二公子点点关注啊！那夏天老四就薅小迷糊去在水里，记得吧？大家都记着，兄弟们，你们记不记得？你看现在俺家老四对小迷糊挺狠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那孩子，你这玩意儿该啊，对小迷糊挺狠的。然后呢，你看看兄弟们，你们看没看过夏天的时候，跟妥哥俺们几个上大江游泳去，老四啊，他把小迷糊给薅上来的。小迷糊当时怎么的？怎么薅的？怎么薅的？你蹲下，怎么薅？就比如游泳呢，你蹲下，你蹲这儿。我耳朵薅不起来。他怎么薅的？你蹲这儿。他是不是这么薅的？老四拿那个爪子这么薅的，这么的，是不是？往下薅啊！往水底下薅，是不是？往水里摁，差点那个摁死了，我操！啊，啥关系都有啊！老爷儿孙满堂了。感谢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！然后有需要咱家宠物用品的兄弟们啊，咱家第三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第三个链接迪特除臭剂，没事，他俩配不上。配配去呗，干那么着急，我就怕一会儿啊。啊，第三个链接，迪特除臭剂呢？啊，家里的除臭啊，除臭味、腥味啥的呀，狗笼子里、狗厕所呀。太阳锁上啊，都得推网。真的没法见老铁了都。39.9两瓶，兄弟们啊，迪特除臭剂39.9两瓶啊，非常好用，兄弟们啊。对，嗯，咱家宠物店，宠物用品，天天月月，天天。天天年年圈圈，年年天天圈圈的啊！那歌怎么唱了？那什么歌？那什么歌？哎，那什么歌来着？咱那宠物用品店每天都是双十一啊！真的是。爱恨情仇煎熬的。你看这俩狗都羡慕你，真的老四，这俩狗都羡慕你。太幸福了。你拍个视频呢？这老四，这小晶。
啊？关键还把锁上，跟你说这都得退吧，太磕碜了。就是，你俩谁也别干了，真的。这小晶啊，太丢人了。这小晶，你俩跟老四，你俩不行，搭伙过日子得了。不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不挑啊。啊。感谢精彩人生送来的啤酒，谢谢精彩人生送的啤酒。老四是没母的，被别的母的也。小晶，知道吗？正常的话，兄弟应该怎么的？他应该互换角度，互换位置，对不对？老四应该爬他，也不能说他爬小晶啊。别让爬，生气了。啊？过来，老四，过来，过来，来。操你的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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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我这嗓子要不行了，我喊两嗓子。这俩家真有主意啊，这俩家。干啥去了？啊？真能跑，真能撩，我的妈呀！就这些狗啊，咱没带。感谢渴望啊，谢谢渴望。老四，你再跑，你试试啊！靠你哥，你看我揍你不？你再跑，你试试。给我坐这儿，不能动，不许动。老四，不许动。一点不听话，这孩子。来狗了，来过来，来跟那把狗干仗，你走，快去，各团队、啊，各团队做好准备。那边全都是柯基的种，看到吗？别动啊！拉不拉鸡？啊！各团队做好准备，各团队做好准备。啊！谁敢侵犯咱们？谁敢侵犯咱们？快点！又不行。谁敢侵犯咱们？小江，你不是你啥意思，小江？啊！我跟他们干，感谢白玫瑰皇后姐姐啊！谢谢白玫瑰皇后姐姐啊！你不分男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不忌口了？你起个小迷糊也行啊！哎，你信不信？那把狗过来，到他们指定挨咬，行吗？那些狗啊，能不能？俺家二迷糊都能干一个，你信不信？是吧？二迷糊都能拽一个，磕一个可劲咬。俺家这也挺操蛋啊！看人老四一出来精神也不迷糊了。防御我方防御塔啊，保护我方防御塔。哎，咱家，哎，咱这里边有几个母狗？我想知道。俺家那个吗？小晶是公的，老四是公的，小明是公的。小明是公的吗？小明是公的呀。算公的。一个，两个。小晶、老四、巴顿、小迷糊，我操，这里头就这一个母狗。对。还有二迷糊是母狗。主播最愿意出来溜达了，圈呢？看他们谁能跑第一？哎，我车里有吃的，你把那袋吃拿来的，别在那个楼头门口停着，把那袋吃拿来。就在这个楼头门口，他俩对面，蓝色袋的在后面后排放着，要不这大嗓门得减压了啊。啊，其实这小狗跑得挺好哈 啊！他家这个狗卖啊，兄弟们啊，他们家这狗是往外出手的啊。大家想要这个狗的话，他家狗太多了。老三，必须得跟他喊啊！你看他家狗性格多好，兄弟们，这个狗啊，你们想要这个狗的呀，老铁们，大家想要这个拉布拉多的，你们给咱家那个六号卖店那个妥妥先生，兄弟们啊，你可以私信问他，兄弟们啊，他家这个狗是双血统的，血统证书芯片啊。然后还有那个的疫苗驱虫啥都做完了啊，你看那小狗多好多温顺，跟着主人走，兄弟们啊，证书啥都有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不知道多少，大家给三号麦你给那个六号麦点个关注，你问他就行啊。老爷这声音真的嗷嗷的。多少豆啊？我不知道多少豆，你问他就行了啊！兄弟们，直播间不让说多少豆，多少豆？你说多少豆？1.2W。1.2W。对。你做繁殖1.8，登录完了2.5。老人家，给你登录冠军交到你手中。你这种狗，你牵出去不是市面的普通的寻种犬啊，你不用当成一个普通寻种犬，不是那种普通的寻种犬。
这么大了认主人了吧。真的你滚犊子吧，你滚吧，一点脾气都没有，真的。你揍你儿子那脾气呢，老四，你说你在家里头真的在窝里哼呢，我发现你这孩子啊。迪特除臭剂，兄弟们，迪特除臭剂39.9元啊，39.9元啊，兄弟们啊，迪特除臭剂啊，家里除臭特别好用啊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。然后呢，又想买咱家狗粮的老铁们，咱家狗粮第六个链接149一袋啊，大家进到咱家店铺之后呢，可以给大家优惠，可以给大家有一个50米的优惠券，兄弟们啊，有一个50米的优惠券啊，兄弟们有需要咱家狗粮的。大家可以去买那狗粮，咱那狗粮是20斤啊，一袋狗粮是20斤啊，149一袋，比瑞吉诺瑞也不管你，眼睁睁看他儿子被出溜，小明啊，回来。来，你给他们分一分，给他们分一分这个。嗯，这大袋零食，好的好的，我去，香啊，油滋了是吧？不是，这油滋的那个味儿，你废，对，嗯，走，这一袋他妈挺贵的，卖50多，走走，我卖29，29，嗯，我看那宠物店卖他妈50多，坐坐，你卖29最便宜，我卖东西就便宜，我卖我就是我就是那个合上成本，稍稍微微的挣一点就行。薄利多销。嗯，薄利多销，对。来，梅花，真香。啊、你又来梅花了，二宝，快来来。真的。安娜。是不是独眼吃？他们是不是独眼吃这个？啊。独眼吃，嗯。来，过来。有味道，四哥被小杰给蒙。你怎么吃呢？你喂嘴里吃，问怎么掉地下没吃？你家，哎，行。老四，你问你勾引他还是他勾引你？老四啊，啊，你俩指定有事儿。啊，你俩指定有事儿。啊，对，看谁抢第一，看谁把圈拿回来给谁零食吃，看谁跑第一给谁零食吃，啊。狗粮149一袋啊，比瑞吉诺瑞的，兄弟们啊，20斤，咱的狗一直都在吃，兄弟们啊，咱的狗一直都在吃，老铁们啊，如果你家毛狗毛不好的话，你家狗不长肉的话，兄弟们，你就可以给大家吃这个狗粮啊，牛肉海藻卵磷脂3品粮，兄弟们啊，牛肉海藻卵磷脂3品粮啊，一袋是20斤，兄弟们10公斤，比瑞吉。诺瑞的啊，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比瑞吉最开始的厂子，兄弟们，最开始比瑞吉是。要怎样？上来抽你，抽一下。哎，你信不信，大斌？啊。小金绝对拿老四当媳妇儿。嗯。啊。那你始终缠着呢，你看啊。始终缠着呢。上一下子。啊，始终缠着呢。你上哪？我上哪？给小明一个，小明跑第一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，谁能追上小明？我把屎都吃了他。快来，小明，我来。啊。啊。我先找个地方，先给你拿塑料袋，先装一兜啊！你等一会儿啊！你看哪，谁都追不上小迷糊啊！让小迷糊来抢了，小迷糊跑了，跑了啊！先抢小迷糊，谁能抢小迷糊？来看，操你哥小迷糊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吃屎啊你？啊！小迷糊，你是疯了吗你？去抢球去，去抢去！你看他俩，哎，这跟他孙子抢呢，哎，哎呀，这巴顿跟孙子玩的挺好。咋了？啊？过来，楠楠。亲家打脸了，赶紧吃吧。谁拉？你看，巴顿呢？你看小明，兄弟们，哎，这小明跑这两步像大狗哈。啊？这地方跑啊，你们呀？这帮嘎巴那地方跑。能穿我扔水里去啊！小明啊！
小明啊。身上熟人老老有味儿，对，他跟他身上有石榴的味儿。你说他身上是石榴的味儿还是谁的味儿？老大的味儿，发型的 seven 那味儿呗。石榴有味儿啊？为什么他为什么他不追 seven 追石榴呢？为啥不追小明？老四，那有诱惑的呗。啊？有诱惑的味儿呗，那味儿轻。你看啊，可能到最佳的时候了呗。他始终追石榴、啊，老四跟石榴玩可好。你看我直播的时候，老四跟石榴跟他妈那两口子似的玩，老高硬了。你看了吗？哎。跟两口子是玩的，那家伙喜欢烫头的呗，那是是吧？是喜欢那种金发碧眼女，喜欢烫头的，他喜欢烫头的，挺时尚啊！你看，嗯，好，到哪了？大家想买那本身就是发酵的东西，兄弟们啊，胀袋啥的呀，都属于正常现象啊。如果接受不了胀袋的，你们别拍，兄弟们，过来了，你别我一撒就回来了。以后咱想让狗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不用去，就直接拍我一下就完了，一嗓就回来了。过来，拍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球掉去了。快去捡去。滚一边来。你看小明呀。熊样，小明跟偷东西似的。藏都藏了不着去，那小明。嗯。啊。哎，我你感觉什么唱什么歌音最高，我都能唱上去，行不行？青藏高原吗？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。肯定上去了。哎呀，又开始偷塔了。有气氛知道不，兄弟们，声音大了有气氛知道吧？声音大了，我给你瞅，我跟你说，俺家狗咋的？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俺家狗平时我声音不大的时候都这么的，走到这样的。啊，我一声音大了这样的，嗯，俺家狗都这样式的，有气氛。你不吱声了，慢慢悠悠的，因为老四这样的基本睡着了，你们推我干啥呀你？老四上来来。哎呀，哎我操，你看老四你看不上你姥爷啊？干啥、啊、老四？别老四老四扒我啊，老四上老四上来来，老四上来上后背，老四哪有功夫上你后背啊？老四被别人扒了。我让你，我背你，你背他呀。快，老四来上我后背来，上老四上老四上妈，有小金上了，小金跟你一顿爬呀。哎呀，老大出来，老大没出来，幸好老大顺产了，不然老大下周要会儿产不老四了。真的，我声音一大，我家狗特别特别的兴奋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说话声音一大，它特别兴奋啊。啊，枯燥啊，毛不顺呐、啊，没有光泽呀、啊，啊，家里的毛长得不好呀，磕磕巴巴的呀，就是掉毛严重啊，都可以吃卵磷脂，兄弟们啊。50米一罐，100米两罐啊，然后是145三罐，145三罐啊。感谢大家伙啊。小明花，感谢咱们家的啊二格格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给二格格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。二号麦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干啥呢？整一屁股，老四啊，都冒火花子了。这他妈一个不注意就整干一屁股，来撇撇，快！你们谁跑第一？谁跑第一给他零食吃？快，看谁跑第一啊！看好了，来看好了，来，来去！小迷糊，他妈的，为什么小明能跑第一呢？啊？看俺家这个，为啥小明能跑第一呢？兄弟们，小明来！我操！给老四一个，给老四一个，来，给老四一个，老四跑第一，老四跑第一，老四来，谁跑第一？老四，我就要跑，撇近点，撇近点来，快来，去，小晶，来，去，赶紧跑第一。哎，你没发现小牛愿意提前跑吗？你看这几个，啊，
他知道咋回事儿，外狗喊过来了，那老头给撞着。发顿，发顿要吃小迷糊啊。小迷糊来，给老爷来。巴顿捡个漏，小迷糊心无杂念。你这兄弟为什么小迷糊总跑第一？小迷糊提前跑，你发现了吗？看着啊，你看好了，兄弟们，你看好了啊！这小迷糊这小子他妈聪明吗？你看着啊，看好了啊，给我坐好了，看啊，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小迷糊聪明，嗯，这回巴顿跑第一啊，这回巴顿跑第一，你看。巴顿跑了第一啊，迷糊作弊，总抢跑，来给巴顿一个吧，巴顿抢跑第一这回，来巴顿来，巴顿抢第一是想诱导小迷糊，小迷你看给小迷糊，小迷糊正好掉圈的时候，这个必然啥味儿啊，这玩意儿袭击他，袭击啊，那你嚼一个呗，闻着倒挺香，这玩意儿是挺香啊，啊咱人吃了给发苦。干啥？这干啥？这是，你干啥呀？你们俩呀？啊，都这么自由吗？现在，这不背人了，这都就是不背人，现在都这么自由吗？这屁股让你晃晃呢。给小精了，给了，给了。那小迷糊怎么就是愿意吃黄色的？来看了啊，小迷糊啊，看小迷糊，小迷糊这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嗯，叼了一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。以后给拉完给小迷糊吃。软磷脂50米一罐啊，然后呢，第五个链接磨牙棒买一送一，兄弟们啊，买大的送小的啊，买三大根送啊。送七小根儿，兄弟们，买三大根送七小根儿，真的了，我是真服了，我是真服了，兄弟们，这老四和小青我是真服了，老四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我怎么给他开会都不行，狗界也流行搞基呀，啊，哎，他们说了，狗界流行搞基，你拿块肥皂，狗界咋了？啊，狗界也流行搞基呀，啊，都没事，取块肥皂去，是八根儿。三根，你看着啊，这一包里边是三根大，39.9毫米的，里面有几根？总共有三根啊。然后呢，赠你一小包，那小包里头有七根啊，一小包里有七根。那小包也不要小看那一小包，兄弟们啊，那小包非常非常多的，那小包这平时卖的19啊。好的，谢谢。你都围着你，哎，都等着零食呢，都等零食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一袋我卖29，啊，老划算了，真的。不是大袋儿也是。就是。这些狗能吃多长时间？一直在喂，现在才吃个连一袋一半都不到。宠物店卖50多这个。我咱家没有卖的，咱家没有了。我总共就100多袋没有了，一会儿就没了。29，宠物店50多是吧？50多。我记住买过45。木头是四哥的外号。给我一咬这小家伙，这一袋436克，来我看里面。那个牛肺烤完之后本身就轻飘，像爆米花似的，像爆米花似的，一整一。这袋儿大，我刚开始一拿我真以为是爆米花。嗯，有米花吗？有人问个狗粮，2个月的狗可以吃吗？2个月的狗粮就不愿意吃了，兄弟们啊，2个月的狗粮我建议你给它喂奶。嗯，这个骨头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过两天有，兄弟们，贵这有。没有了，兄弟啊，咱家双十一都给秒了。吹云分过海，你不在门，把东珍惜起在。我因为红这个蓝色的零食没有了，我想拍没有了，兄弟们，贵这能有，现在没有了。嗯，好吃，这个特别好吃。我都后悔了，不卖29好了。嗯，我比宠物店卖便宜一半呢。卖39算对，39有人要。关键你呢，你也不是那人，啥玩意儿你自己。但他妈的，我卖这些东西，人家厂家都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那不，你这干啥呀？这是啊，哪怎么卖的？我说我就这一天怎么卖？
牡丹江哪里的？牡丹江，就我们家牡丹江市里的啊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，一号卖播的卖鲜肉粮的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鲜肉粮的，有想买鲜肉粮的兄弟们啊，咱家啊一号卖直播间，大家可以去溜溜的啊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啊，我不抽，我记了，记了，嗯，看老四的造型。那我以前是歌手，歌啥手啊？我以前给人唱歌的，200块钱哭一天。谁咋了？啊？咋了？陪上对象、啊、一块哭啊？人家必要时候还能陪喝，一起哭啊，不都是？那这人一陪唱，以前就是。哎，你们陪着那边懒了，想他就开始哭，是吧？说话一想就哭。对。嗯。不是，就养职业病一犯了，就是一想就想哭。对。一想，现在这么不行，眼泪哗哗的。你给人家1200，对外配狗吗？妥哥对外配狗，他也对外配，嗯。你们想配狗的话，你们可以牡丹江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关注五号麦，他家什么品质都有啊，什么这个血系那个血系的，欧美的，泰系的啊，都有。泰系咱家有、嗯、今天真帅，哎呀，同款发型啊，啊，还有跟我同款发型的、哎、跟我同款发型的，来看看来，你的发型一般别人驾驭不了啊。你可以说你这种发型的话，一般只有老四这种才能驾驭得了。给我开美颜 啊！没开美颜呢。没开美颜，我看了。嗯，你照一下你自己，我看开不开美颜。怎么没开美颜？你的妥哥每回他，你不能把帽往后戴吗？都看不着你眼睛都。你赶，你快赶上那个小，你快赶上那个海蒂了。海蒂。我要剃他能不能？我就得刮。啊？我刮头。我看你头型，我看你头发。没剃呢，他就是快。你这不也是短头发吗？不是，这是长了。他那是掉的。他那不是刮的，掉的没有毛孔了都。没有毛孔。啊、嗯。就是头发太细了。我们大家在一块热闹，真心喜欢你们家，感谢啊六六六， 谢谢六六六啊。助理卤蛋发型，他们在一块玩多有意思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？以后咱们一个每个星期都玩一回，每个星期都出来聚一聚，是不是？啊？周天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啊、嗯。整挺好，你看你小明还挣扎挣扎呢。花帽膏100块钱两只吗？140只啊，花帽膏140只啊，这又谁送的？为什么送完之后就没了呢？这么没的这么快呢？现在现在就是咱也不知道，就送完礼物找不着人了。就是啊，当时看上去这谁送的，兄弟们，谁给我圈出来了？老铁们，这怎么刚送我刚要感谢没了？对，看不着。原先吧，底下他那有谁送礼物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之前晚上翻着。感谢最熟悉的陌生人啊，谢谢啊，啊，谢谢最熟悉的陌生人啊，都是咱自己家人，去，这还是咱家助理啊。俺家二明现在有才艺了。嗯，二明有才艺了，感谢蔷薇啊，谢谢蔷薇，感谢蝈蝈，谢谢蝈蝈啊。我看大家还有啥吃的，兄弟们啊，大家需要奶茶的，奶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，兄弟们，24.8块。哎，大比武，这个奶茶你喝没喝过？好喝吗？啊？你吃饭了吗，中午？我没有呢。我不，我又得回去，我又。上回上你家，你媳妇给我出去呗。我还上店里呢。啊。啊，那奶茶老好喝，你尝吗？一喝，然后让你媳妇给我媳妇拿一杯，记得吗？嗯，我知道。我在你这吃碗那个，咱吃点那啥也，板面吧。吃板面呢。啊。打包的那个就是那什么回来吃得了。不，咱吃板面吧。雪里红，臭豆腐。那不吃那玩意儿，不吃那玩意儿。吃板面呢？嗯，吃板面行呗。大斌，你去买去。行。嗯。他打包那回来那什么了？啥呀？雪里红。吃板面也行，我现在想吃点辣的。想吃点辣的。嗯，温乎的。蘸点汤。要咱直接上又上不行，拿回家吃过。回家吃也行。嗯。有优选这个奶茶的，兄弟们，这奶茶非常好喝，老铁们啊，你真的兄弟们，这个咱家这个奶茶啊，不好吃的话，真的，这特别好喝，兄弟们啊，这奶茶啊，平均合4.2块，
一桶，兄弟们，平均合4.2一桶，特别好喝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啊，兄弟们，相信三八爸爸，你们拍一单绝对好喝啊，比在外面花那个你花10多块钱、20块钱买那个在那个奶茶店买那个好啊，兄弟们啊，性价比高，嗯，性价比高啊。小明真是聪明啊，性价比非常高，4.2一桶，你啥也不用准备，小铁子，你就准备热水就行了啊，那上面都有冲泡方法，准备热水就行了，特别好喝啊。小饼干有吗？小饼干有，在下方写下面购物车，你们随便翻一翻，兄弟们，我感觉不比、那奶茶不比大班啥的，还有什么贴景不比奶茶他们可能不知道大班那什么贴景啥的，大班全挺连锁的啊，连锁的小饼干，小饼干在第44个链接9.9啊，第40个链接也是小饼干9.9，这两款饼干都挺好吃啊，兄弟们都挺好吃啊。我看哪个？你小熊饼干，小熊饼干，海盐小饼干，我愿意吃那海盐的啊，海盐的好吃。奶茶下单了啊，长得确实快。咋了？咋了？小晶生气了？累了，累了，干忙忙不上。忙忙不上，老四又撅着了。老四那条腿呢？都板鸭呀！哎，我感觉小晶，你觉得他俩谁重？小斌，你抱一下子，你觉得谁重？他俩？我抱一下子，我抱一下子，我抱一下，我看谁重的。小晶让抱吗？看老四啊，老四。看这造型。啊，小晶来，来。我感觉小晶沉。哎呀，别上头了！哎呀，哎，脑瓜别疼红，看着了吗？哎，这狗真那么沉吗？我操！啊！我老家牡丹江的。他跟老大欢迎牡丹江家人啊！有90斤吗？80斤。80多斤。我家80来斤。80几不到。这家伙，你脑瓜别疼红。是吗？憋红了吗？啊啊！红红红干的，憋的，对，就像下不来蛋那种。对，就拉不出来屎啊！啊，对啊，平时憋屁都一般都那样式的。这一天，小明那天差点，小明那天拉粑粑也是便秘了。拉！小明这出肯定是他妈跟你学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明那样式的。来，哎呀。能抱着呢，也挺费劲啊！我跟你说，头哥，你这脸太黑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挺沉，8吨都没他沉啊！8吨瘦，8吨没他沉，8吨没沉。这小晶，咱老大老公，兄弟们，看老大老公啊，好不好看，兄弟们？哎，小明那天真这样式的。真那么蹲的，蹲了妈的得有2分钟，蹲两，可能没有我那声音，但是小明如果会说话的话，指定是我那动静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不是比赛跑吗？都跑累了，刚才他们比来着，跑来，快你看啊，你看他们谁能跟我跑来，你拿着来，快走，走了，快走，走，跑，跑。你们看了，他姥爷那两步跑的。没看着，三万的在家呢啊！没看着，刚谁跟我跑的？没看着他俩是吧？都啊，基本上就俺家这个没跑。啊，你看啥？我撇啊，我往后撇，看他什么反应啊！快快快跑！不傻啊！来，你给狗一弄圈了。哎，我谁都骗不了，就骗狗行。这个，嗯，别看俺小小明，别忽悠小明行，忽悠老四他们。第一个链接，老铁们，第21个羊奶粉。啊，咱家老大，啊，咱们家狗平时喝的羊奶粉，兄弟们啊，第21个链接，55米两罐，啊。大家上一单55米两罐啊，给自家狗喝，小狗幼犬老年犬都能喝啊，那个哺乳期，哎，怎么给我打电话呢？哺乳期的、离乳期的幼犬呢，还有老年犬呢都能喝啊，非常便宜，
55两罐，总共是800克啊，一罐是400克，两罐是800克。啊，小迷糊断尾太难看了，我跟你说呀，小迷糊如果不断尾的话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是不是？小迷糊不断尾就没意思了，就断尾才有意思呢。啊，他俩是同父异母啊。这二迷糊。老师，同父同。老师，你他妈自尽呢你啊？小迷糊呢？小迷糊呢？掉一个，好，小迷糊、啊。妈掉里了，可以天天用，那羊奶粉可以天天用啊，一天喂一遍两遍就行，是不是你家狗瘦啊或者怎么样，一天喂一遍就行啊，羊奶粉一天喂一遍就行啊。我给你俩急眼了啊，感谢海冰姐啊，谢海冰姐啊，羊奶粉我一天喂三次也可以喂啊，有条件就喂呗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咱家羊奶粉性价比挺高，喂三遍都。对呀、啊，你喂三遍，你都能喂得起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羊奶粉，俺家狗一直都在喝那羊奶粉。25块钱一罐、嗯，一罐至少能喝一。老四不吃，掉地下的。小米又吃。你弄地下看老四吃不吃？不带吃的。过来。他俩玩好了，他俩玩好了，你知道。跟你说，我要扔地下，一会儿你还打脸。哪个是老四？三怎么没来？没来，三发情了，兄弟们啊！一会儿我扔地下，你还得打脸，信不信？老四不对，老四，你看老四吃不吃？老四来。老四丑都不丑。迷糊。老四来。真不丑。你给他，你给亲手给他。老四，给我来，我给。操！也不吃。也不吃，微量元素有没有啊？微量元素有啊，微量元素是60米一瓶啊，兄弟们啊，微量元素，铁子你拍第34个链接你就能买到微量元素啊，第34个链接那个钙片那个你就能买到微量元素，60米一罐啊。海藻颗粒有没有？海藻颗粒有，海藻颗粒。海藻颗粒我没上车，兄弟，我把海藻颗粒给你们上车啊！嗯。好爷俩啊，是爷俩。海藻颗粒在第50个链接，50米一罐啊，那个什么，最后一个链接啊是85米一罐啊，85米一罐啊，一罐是500克。嗯，活动结束了吗？活动没结束啊，活动没结束啊。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。最后一链接85米一罐啊，又想买卵磷脂又想买海藻颗粒，你们可以去拍的海藻颗粒啊，谢谢大家。你刚才是不是一直在拍我啊？你干啥呢？我不知道我干啥。你扒了扒了小迷糊那玩意儿呢？没有啊，你可愿扒了。他妈什么好扒、啊、出来。哎，马俊医院扒了，马俊扒了自己的。走回去啊，回去吧啊。来上妥哥那里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老铁们，谢谢大家伙的支持，老铁们啊！我这手机没有电，你们看一下，一会儿妥哥播，你们看一下，我手机没有电。嗯，他那平时做一些什么红烧牛那个，红烧牛蟒吧，是吧？我这是愿意开玩笑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就是好事都让我给你整的不好了，红烧饺子盖是不是？啊，红烧饺子盖子，嗯。3号麦啊，二迷糊，兄弟们，那二迷糊是个泰迪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二迷糊，兄弟们啊，这二迷糊是咱小石头的，小石头的儿子，小石头的姑娘啊，你瞅瞅他，你瞅你真服了，我真服了，你看这咋还在虐待的呢啊，玩的挺好啊，薅脖领子啊，薅脖子，哎，狗为什么愿意往下薅毛呢啊？狗为什么愿意往下薅毛呢？一个是控制，我感觉就像小鸡儿踩蛋似的。对，就是控制它，想控制它。对，
先摸点啥哈，姐。摸什么？数老四好看。说一下，大家上四号麦，兄弟们，四号麦，啊，妥妥先生，老四的，你们想买，看他家还有个，你家还有个，他家还有个安娜，安娜也是个小拉布拉多，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小拉布拉特别精致，特别精致的小狗，啊，特别精致啊，兄弟们啊，四号麦也不回答我。乐淘名品，我看你说啥了啊？乐淘名品啊，来了啊，欢迎乐淘名品。四猕猴大队，小猕猴大队。小狗两个月能吃那个狗粮吗？小狗两个月，你拍45号链接这个狗粮，那个奶糕啊啊，你别吃这个狗粮。第四十四个链接啊，最好给狗吃奶糕啊。对对，稳当。那个。第四十四个链接啊，给狗吃奶糕啊。吃那个啊！你看，你二宝，欢迎啊！5号麦了啊！5号麦，感谢大家伙啊！你看，俺家二宝啊，俺家二宝要足球粉，再见。嗯，来二宝来，欢迎欢迎！小兄弟们，一号麦，一号麦他家卖鲜肉粮的啊，直播边直播边生产，特别透明。兄弟们，你们想买狗粮的，想知道那个鲜肉粮是怎么生产的，大家可以上一号麦直播间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！然后呢，我数三十五，我就关了，老铁们啊，我就关了啊！我一会儿俺们在一块儿。嗯，吃点饭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吃点那个大餐，大斌一会儿去买大餐去啊。啊，你们上5号麦多少人？你这5号麦？470。兄弟们，大家上5号麦吧，我就关了啊，我这就关了，兄弟们。5号麦，兄弟我就关了啊，我是仨数啊，我的手机真没电了，老铁们，感谢大家伙儿啊。一会儿38有时间的话，一会儿我再播啊，感谢大家。感谢大家三文军团四名大队啊！小晶啊，老四你真这么行，老四真的，我太对你太失望了，老四我就太失望了，连不上，兄弟们连不上麦啊！一会儿啊，对，你看着啊，对，你看着啊，现在一般都这样式的，对方商家等级小于4级，咱不和 PK。嗯，对，我他妈我是才3级，他他妈他得达到4级，我1级，他1级啊。兄弟们，大家去吧啊，我就关了啊，老铁们，感谢大家伙儿。只能通话。三人爹在这感谢大家了啊，兄弟们啊。啊，你跟他通个话行，你给他发语音。不行，语音现在不让卖货的，不让下面语音连麦，知道吧？不让语音连麦，你不卖货行，连不卖货的行。对，就他只要开直播卖货了就不能连了。对，感谢大家伙儿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上那个5号直播间啊，兄弟们啊，大家去吧啊。兄弟们，晚上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，跟那边走安全点，那走吧，过道就是了。对，哎，你说我跳进去，他们能谁能救我啊？我跳，那巴顿能上，谁能救我？那不用想，巴顿肯定上。你说老四和小明他能救我吗？我还怕他摁你啊！啊，像摁46似的，能摁顶不上来。冻上了现在。嗯，那但是禁不住人。那要撇个砖头试试？有撇你撇呗。撇个砖头能不下下脚？一般给我下去，秃噜秃噜给下脚。能不能？啊？能不能？我撇砖头能不能下去是吧？你可别撇。哎，我把这圈撇去，能不能下去捡去？能捡。啊？能捡。能着凉了。嗯。这真冻上了。多少度？还真不知道多少度，6-7度。不是，这晚上零下了，晚上冻的，白天开始慢慢化。要往0-4度吗？是吗？都1点多了，对，该吃饭了啊。我。家没点关注的留个关注啊，咱天问的都靠谱的，对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下了12，死了5个，为啥呢？你前面的出来的慢，后面的危险性就越大，明白吧？而且就是有的出来，过来，安娜，别了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你现在时候不也干了吗？过来，来。安娜，来，过来，给我。嗯，好，走了，咱回家睡觉去了。二宝，来过来来。哎呦我操，这么些快递啊！谁呢？回去，站，回去。接着说，说啥呀？我都忘词儿了都。光线调亮点啊。我这最亮了，我这手机啊，我这手机不亮吗？跟你那色儿不一样吗？
你这个不亮，过来。你没有嘴了吗？刚才去的全是北京走不了的。老四，进来，进来，这个进来，就进去，进来，老四。啊，十二剩七个那个，有一些就是他已经有微小的呼吸，知道吧？你不会抢救，也导致他死亡。来，啊，有可能就是你在肚子里是十二个，在他怀孕的过程中，平时打闹啊，抻着啊。他已经死的就是一个死胎了，不是说他生出来死的啊，他已经在肚里就已经死了啊，都有可能。你前面出来的越慢，他后面的危险性就越大啊。就是狗在过那个怀孕的过程中啊，就怕撞打架啊，因为他生的，你要是真正抛的话，他的子宫你都能看到有淤血啊，这个都得去看。不是那事儿啊。泡吧去了，那不行啊！酒不能在屋里喝呀，啊？嗯，那有彩地，没事儿，走吗？对，咱专犬舍什么都有啊。咱家就还能有一个安娜啊，这种啥都齐的，回家就养就行。俺们管理的都已经非常给他们吃了卡了的。我早上我也没收拾。哎，你看，喝了，这喝水都上头啊。哈哈，好呀。老爷来拖地来了。传说中钉子户，对，就咱家钉子户啊。说实话，我这繁殖的，六七年、七八年的过程中，包括我见过的母犬，在有它漂亮的很少了，包括它品无任何瑕疵，别说缺陷，瑕疵都没有啊。它长得越大，才能越看出来品质。乐呵的，也小精的宝宝啊，小精和老大宝宝得不到，可以能选小精这子啊，也小精的宝宝。这再是一个最尴尬的这么一个月份，越早越漂亮，头部啊发那个头部骨量发完以后它更漂亮啊。我家老四缺个媳妇儿，安娜就可以搭配，只要选她就可以跟老四的婚事儿，我和我亲戚就能定啊。咱们这个婚是怎么整的，都是那个包办婚姻的啊，别的无所谓，不实行自由恋爱。都是包办婚姻，你看这咋的了？人包办婚姻不行呗？啊，小金，安娜谁的孩子？安琪拉和小金的，母亲在那儿呢，一直表示那个，不用插，没事。强制啊，因为啥？他们就是在过程中胡乱的搭配不行啊，人为的，他适合呢，他的缺点在哪？弥补的是什么地方？明白吧？这是一个专业度，而不是说胡乱的去搭配啊。就搞对象啥，他看他，他还看他好呢，他能让他配吗？不能让他配，对吧？人为的，就像狗吃东西一样，他不知道什么对他有害，他就知道吃，就人为的控制他的食物，明白吗？什么该吃，什么不该吃，狗狗不知道，但是当主人的咱们知道，对吧？就像家人们就是怎么说，家里有什么狗出现什么问题啊，瘦啊，或者是拉肚啊，或者有一其他的疾病，我都能给大家一个专业的东西啊，让大家少走弯路，不能上宠物医院让人骗呢之类的啊。这喂狗，对，咱家犬舍什么都有，你看我名上就妥妥先生，我不会打那个 CQ 怎么的啊。因为啥？你能繁殖，你必须得有挂靠犬舍，你必须得有犬舍，要你没有繁殖权，你小狗的后代你出生子你申请不了。老四是16自由恋爱，对，他俩是自由恋爱的啊。那你在下面吃啊？下面吃上都行。龙虾尾愿意吃？啊？龙虾尾愿意吃？你看我刚吃，抽盒的买的。嗯，也在那个就是快手上买的。这个小，你看他知道我的对他不好，你看没？小眼睛瞅我，买去了，买饭去了，欧式大眼。你伸个手，来掰叶子，把手伸出来。
手伸出来，对，哎，对，搬业务嘛。而且咱家安娜拍段啥的相当行了啊。能啊？他能啄了，他能啄了。完吧，给那小狗那个戳下他，太热情了，没你放心试试。完一喊就回去了。是，放这玩。听话，非常乖的啊。对，非常笑呵的，面部非常的就是怎么说，自然的啊，瞅着非常舒服。太能活了。嗯。小京巴顿回去。这谁的笼子进谁笼子？对，谁的笼进谁笼子，不能私通。那啥？对，安娜出售的啊。那仨球都干掉你。啊。这仨全是母狗。对，全母犬。老是老睡觉，那没个娘们儿，他能不睡觉吗？干啥呀？你说，淘气没地方淘啊？你看，那就咪咪睡呗。你看这俩太热情了，森哥呀，黑的好看，祖辈都是美国那个直接进口的啊，直接进口的，国内一般的东西我不说不聊那些东西啊，都直接进口的。你还给小迷糊啊，小迷糊你也有让人烦的了，行了，安静。这小耳朵，人家黑米，这俩鲜小迷糊，这米米，鲜小迷糊，他对这狗他太热情了。这俩鲜小迷糊，一拍视频就困的犯困的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让你舔舔不舔了？他公狗啊？啊，母狗。母狗可以啊，嗯，咬坏了，咬坏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让你舔嘚瑟吧，咬坏了，这么舔那么舔的，咋出去一顿跟人说了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，你剪不给他扇扇上，没事，由我整，由我整，没事，咬坏了，老师你真行，你要需要好狗的啊，指了，你私信我就行啊，我那有点，嗯。底下有，你有脖你找就行，厨房灯开就行。哎，你拿纸呗，拿你先拿纸擦一下。那里边有棉花，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儿。只扔外面去。笼子有笼子啊。你看你多大尺寸呢，你要是一个拉布拉多一米二五，最低不能低于一米一啊，跟你的狗的尺寸也不一样，价格不一样啊，我这个都得1800以上了，公费就得这一个笼子就120斤，搞一个空笼子，加厚的，这笼挺好，最好的了啊，就是咱用的最薄的，就网上那些材料没法比不了，这一个笼就120，你就看斤数就知道了啊。当，一个叫稳稳，一个叫当当。沈阳的啊，要是离得近可以上家看。哎呀妈，养个养，老是愿意养狗。还嘚不嘚瑟了？哎，这养活膜就好看。你这是直接点指点血啊？就害怕破伤风，知道吧？就害怕破伤风。就这还能等放是吧？直接就死，狗也得掉。对，直接就死。这还能等放是吗？哎呀，狗被狗咬。我朋友家有个拉布拉多，把杜宾咬死你，他俩不是打仗咬死，就给他一口，咬咬牙印儿，第二天死了，破伤风死的，没事，一般说没事。我以前在山上养猪的时候，那狗不想天天干，最狠的那脖子不想快咬穿了，就咬两个牙印儿，口子没事，咬坑。冬天夏天这老是太不是物了。这他老戳去老四知道吧，关键是刚跟老四关一块了，不是他上去呱呱就舔，他烦的给老四整烦了知道吧，你说他不咬小丁咬他妈母，嗯，我寻思这怎么可能呢，他俩能干起来呢，这小啊，这小丁但是不烦他呀，他烦他知道吧，
刷刷舔吗？没看，这才不舔呢。这见老师都跑一跑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阿尼，还嘚不嘚瑟了？就给我舔去吧。哎，谁？你家这谁？老实了。谁？姑娘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谁给俺们来了一口啊？啊。啊。啊，没事的，不咬。谁呀、啊？这么狠呢？啊，给俺们小姑娘来了一口。来，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你看看，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可不吗？妈都没看着、啊，宝宝。哎呦，老四咬了，老四你咬俺们了，过来来。我的嘴打了麻药，还没那个。没那个什么呢，老四一直咬孩子，大老四。你们怎么出去吃呢？啊？啊？你们怎么出去吃呢？他俩要吃板面，抓有狗吗？啊。不挑食，有个碗的就行。小金也不挑啊，那玩意儿有老四碗就行。那种高产那种，这哪买？小黄商有，给大家上啊！刚才我那款狗粮也有，是个中大型犬啊，大粒的，大粒的啊！要操，他扒拉他了啊！玉米面条。哎，明年的这会儿你再看，它长得绝对一样。哎，我可驱虫了，有驱虫的大家可以拍的啊，体内外全驱，还管皮肤病的，特别你家狗有皮肤病那种啊，必须得用。二宝过来，二宝。给大家挂了。二宝来，二宝，二宝来。二宝，来。这个玉米好吃吗？我没吃过，我才买回来啊，我吃好吃了，我才能说。你关注我，你记住了，我不说假话，东西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。我没吃过就没吃过，我不能说我没吃过，硬说哎这玩意好吃，为了赚点钱非得说好吃，不咱不干这事儿啊。碰不到啊，让他俩生宝宝，品质还高。啊，其他都能得到，该得到的要，你真能喜欢，你不喜欢就没有必要去养，对吧？你得真正喜欢。咱把狗交到你手中是给你带来乐趣的，而不是说带来就是怎么说一些，怎么。困难的烦恼一些啊，给你带去快乐的。给你养一只真正品质啊，到哪往哪一放，那就不懂狗都能看出它的精致度啊。而且专业的售后都给你做啊，包括养老大和小精的宝宝，以后不懂这专业售后都能给大家做啊。坐。咱家老铁有很多就是被人家坑过很多的呀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病啊明明就是自己在家就能治啊，上从医院让你这么治，那么花了几周上那个1W 左右的。走了啊，通过咱经验让大家会那个走很多那个捷径啊，不会那个被人坑，不用交那些智商税了啊。我劝要撤了。你走了你别接我吧。巴顿知道老四儿子吗？不知道啊，他们要有这个感情就不忠于主人了啊，明白吗？那油搞水冲一冲，有地时候搞。老四走了。害怕了，你看我流泪，你头也不回呀。害怕，走了啊，跟他姥爷走吧。哎哎，那个蹦！哎哎，这小孩真敢蹦啊！小迷糊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走不走，小二迷糊？走了，来了、啊。哪种好吃啊？我哪个也没吃过啊，米米干妈吃过。二宝，下来吧，来。来我这才买回来，都行啊，都行。过来，这个是模块订单的精选的啊，不随便谁都能挂的啊，所以人也被那个精选一回了啊。
吓尿了，姥爷抱我，我的妈呀，你刚才吃吓的，本来就太老了。怎么老四管你叫老爷，老四直接叫，这一点都不会差。对呀、啊，小碗的小，这直接这就是老爷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毛上都一样。小碗的小不像，你俩不像，你脑型不一样。俺们有尾巴，俺们有尾巴。和亲家像，可像了。你再搂小迷糊，搂小迷糊可像了。他身上就是空眼少点。窟窿眼上的，那窟窿眼都老四干的。那老四多咬两口好吗？那老四也不行，我在家我咬吧。你咬，你咬咬一排。哎，走吧。跟老爷拜拜，家人们。老爷撤了。啊、拜拜啊！拜拜。老爷，走了。二米皮四米好道，非常信任咱的啊。那不会说这东西咱没吃过，咱硬说好吃。这东西不好我都不整。